月8日，自2016张天爱以太子妃的美艳形象人气飙升后，便一路晋级，不仅出演了多部大片，更在综艺节目中崭露头角，成为时尚界炙手可热的潮流新宠。女神张天爱一身淡紫色蓬蓬裙甜美亮相，更是将盛典推向了高潮。在盛典上，张天爱不仅以年情对白与粉丝互动传情，更显露了 freestyle 的舞蹈身段，尽显优雅风情。现场她分享与粉丝家人及朋友的年情蜜意，向大家传递美好的中秋祝福。当遇到饰演一个角色十分入戏出不来时，张天爱也分享了自己的小秘诀来。把这心理好了，调整一下。真的吃一个甜品，然后黏黏的、甜甜的，心情会变好。张天爱在现场自曝，生活中的她也特别爱吃甜食，而且特别爱吃冰淇淋呢，真让人羡慕。爱吃甜食的她还是如此的曼妙可人。敬业的她现场也宣传起自己的电影来，也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穿衣经来。适合你